曲艺什么？营造想象的表演艺术体系。台上的演员调动台下观众的想象，来跟着你一块进入特定环境。我说曲艺表演理论是一人多角，是营造想象。这功夫武松跟蒋门神两个人往跟前这么一凑合，蒋门神就双手一攥拳，左手一晃，唰，一个窝心拳奔着武松就打过来了。武松身子往旁边一歪，拿手一贴他的腕子，蒋门神紧跟着手往回一撤，来了个五花炮，接住了五拳。这武松东跑西歪，把这五拳就躲过去了。刚躲过去，蒋门神紧跟着来了个连环腿，啪一脚，咣。所以说这个说书就本等于是一个人一台戏，一个人演出一个所有的氛围和环境，这个呢给观众就有一种立体感，所以用现在的话说有画面感。打宋朝太宗年间，京城里边出了一件大事儿。这大事儿有多大，用现在的话说也能够得上特号新闻。讲人物什么大事儿，要把人物说活，对演员来讲要求就更高。这人物活了，所以观众就会承认认同了，所以他就跟着你走，跟着人物的命运，跟着人物的起伏，跟着人物的灾难，跟着人物的幸福。